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 Ben， 然后我跟各位一样是关心就是台湾的未来，关心我们以后这个发展地方以及我们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发展地方的一个人。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就是在美中关系，就是关于台湾的外交。好，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关注了许久，那坦白说五分钟时间真的非常少，所以其实我上台这个礼拜前就一直在想说要跟各位讲什么，那我就讲几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那大概就是从这三个地方讲，美国、中国跟台湾。首先我们要来想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常听到这句话，就是小国无外交或弱国无外交，对吗？大家想一下这件事，真的是这样吗？到底是一个小的国家需要外交，还是大国需要外交？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大国，物产丰饶，就算我跟别人往来，我可以自给自足，但小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是一个比较缺乏天然气的国家，对吗？现在如果船不进港，天然气11天后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我们都没有瓦斯、洗热水澡，也没有办法用天然气做其他事情。台湾的经济奇迹是从进口替代转出口导向而来，所以台湾就是要把资源进口进来做价值出口。好，那在世界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像北韩。大家知道北韩动不动就要射核弹，对吗？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北韩在六四核子试爆的过程里面，他跟美国拿到好处，他跟俄罗斯拿到好处，跟中国甚至跟南韩、日本都拿到好处。这就是小国需要外交的原因。另外是新加坡，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历史，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不被看好，而且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但新加坡因为他非常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他成为了亚太金融中心。大家知道那个香港的事情，香港的钱都移去新加坡了，对吧？所以新加坡他，而且现在最近刚结束那个香格里拉对话，是新加坡做东道主，马习会也在新加坡。新加坡的总理李家是连白宫的智库都要去问他们关于中国你怎么看，所以小国其实比大国更需要外交。那在美国方面呢、啊，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现在的这个世界两极体系，就是美国跟中国它各在想什么，特别是关于我们的部分。美国对于台湾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哦，其实台湾在韩战之前，在美国心中不是很重要。韩战是1950年，1945年是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本来美国是要联中抗苏的，联合中国去对抗苏联。但后来他韩战一打，发现哎，奇怪，中国你不但不帮我，反而跟我对打。这个时候台湾才变重要。所以大家要理解到，美国跟英国他们的在外交方面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都是一个离岸的平衡手。英国在普法战争的时候是帮助普鲁士去打法国的，到了二战的时候是到了一战的时候是帮助法国去打德国，对吧？英国跟美国想法都是这样子，只要你们里面其他的大国互相就是打来打去，你就不会影响到我的霸权地位。这个就是美国对于东亚的想法。所以在现在台湾，我已经讲不完。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现在台湾，他看重的是在 Chips Act， 就是晶片法案，以及就是 Chip 4 就是美日台海的这个晶片的这个供应链，对吧？所以他要用这个东西去卡中国。那在中国方面他在想什么呢？第一个大家已经听到烂掉，就是台湾是这个中国伟大复兴计划国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大家试想，如果你今天是一国的这个领导，你是这个国王，或者你是一国的领导，你会想要在你任内国土被分出去吗？不会的。不只是台湾，新疆、西藏是一样的。另外就是我们在第一岛链战略位置，因为美国是用第一岛链去卡中国，中国想要出海，在跟美国霸这海权争霸，它是需要突破第一岛链。OK， 好。另外就是很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大家我们现在这边有可能会焦点会膨胀，但台湾问题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没有特定事件发生，是在10米以外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恒大地产连环爆炸，想一想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上海就是突然开放，从清零突然全部开放，它里面的问题比它会比大。好，谢谢以上的分享。